等一下，少
开始动作哦 ，Key 的先走。OK OK， 预备备。因为他稳，他不疼，对，就是腿短才会有这个意思。抓地，对，他前哪一组的？哪一组的？阿美族，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主系教会啦。阿美族，阿美，后年纪的，进。阿鲁安，阿鲁安。Yeah.
还有泡泡，不要浪费。泡泡也一样，这啤酒都是在喝泡泡。对啊，泡泡也是算一个包装。不要不要做这种对不起自己的事。My way， 你等一下，我进去把它吹出来。好的。现在两队其实还有得拼哦。现在数到三，大家一起把这个水杯亮出来，来比一下高度。来，一二三。没有不好意思，你要把它放平一点。我们也没有泡泡，只有高度。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，这种高度。哎呦，我们比较多，我们高度多，我们比较多。先我先请，所以他是等一下，观众有眼睛的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主队的高度。哎，你往后了。1200多，在1250左右。怎么1300在杀价？1250，1250哈，1250，来这边。哎，这很明显啊，这到1400了。你斜成这个样子，我斜，好大大，这很斜的。宪哥，你再正一点，做人再正一点吗？我们稍微就算往后一点点，也是超过1300。各位。各位，人生就是一场泡沫。如果你连泡沫都不算，你怎么算游戏呢？对，泡沫要算。1800，好不好？恭喜恭喜客队获胜！差点被挖出来，真的真的被挖出来。那一关侥幸了，因为他蛮是他们加码，因为看你，欸，你老公是一座山哦。对，倒了他们的道呢。而且我就是，刚刚我看到他一开始就你一离开之后，我一开始就有点吓到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小人面对一座山那种感觉，就很要按掉了，他没有办法呼吸啊。对啊，差点快，差点快，故意被那个黄浩平害，故意换我，你那故意都往后挤。往后没有，那是个后坐力，那没有抓到的后坐力，因为我很尽力，很明显就往后倾，给那个连累到。哎，他就是往后倾。还好我们三个人很敬业，对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水都维持住。你们往后倾，真的是故意的。那是往后，而且你跌倒的时候你还要啊，不要，怎么样？你还是要直讲，没有，跌倒的时候还是要直讲，突然之间这样。对，你往后倾，接下来我没有在问。我承认当时有点得意忘形，想说下来啊，一直轮着啦，轮着，轮着，一直都在得意忘形。对啊。而且很明显，轮着轮着，你就是站在宪哥那里。宪哥如果，哎，小弟，哎，一老高，灌篮灌他，花瓶，我们投你的花瓶。对，这个缪克马场呢是台湾第一个呢，这个结合了马术还有这个休闲住宿的一个游乐地度假村。这个地方呢，一般来讲马场都是训练骑士为主，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训练马匹，所以让没有经验的人呢骑马也不会受伤，很安全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玩的关卡就是一起念马场大英雄，骑马涉水闯关，率先完成所有关卡获胜。4颗星。啊，刚才的这个经过重重关卡之后，已经变成9比8，相当近的这个比数。现在这个很有可能一次就拉开距离了。骑过来，都是一个人。对，第一个巨无霸吸管，拿大吸管吸乒乓球。
然后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第二关扭转神枪手，我会戴个纸眼镜，各位射我，两个都要破，好，把它射破这样子。第三关马的克漏字，马的马的克漏字，好，我们会给你一些克漏字，然后是跟马有关系的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用手机去查，所以我们到所以负责闯关的人可以带手机。好，最后一关叫做马上接球王，我们这个闯关者会带着一个桶。桶子里面有乒乓球，你要用乒乓球拍，把乒乓球弹起来之后，用头去接住它。哦，三颗，几颗？头有的，头上三颗，接到三颗就对，接到三颗就过关。我们这个是计时赛，一队进行完之后再看另外一队的时间长度多少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决定谁先攻。可以讲话吗？可以。他在暗示他会出这个，好吧 ？OK， 好。剪刀石头布。我们要来来来，棒子，来来来，所以这边决定要，我们要研究，我们要研究，我们也要研究，先攻后攻要讲解，哎，他们先攻啊，用讲，都在马上有点，都骑在马上，有点，马的克洛克很适合你，他可以用手机的就叫你，对，因为不要把这个强棒浪费，好好好，那我们不要浪费，你三七算很通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还可以 ，OK OK， 那第一关是。对，然后到霹雳牛，还有一个还是神枪手，神枪手，你当神枪，好，我神枪手，好，你当神枪，那我就是霹雳牛，霹雳牛 ，OK 啊，第二关会不会？你要神枪手吗？他应该神枪吧？对，你要不要克洛茨？要不还是他蛮聪明的，我枪蛮聪明的，可以，如果你不知道就查，可以用手机查，有带吗？好不好？再交给你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变第一棒哦，对，第一棒，好啊，好，因为你的肺活量比较大，吸，然后接下来射。然后你怎么聪明的马的克洛兹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接一个动态，瞬间击破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快好不好？快我们就反败为胜了。哇，哎，这养狼狗，猫猫，八只马，你要骑八马的，哎嘿，厉害啦，会骑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？我骑这一只好了。那我们等一下控制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上马之后，我们左转就是拉左边就可以了。那你右转就是拉右边。那你轻轻拉，如果觉得没有反应，就加大你的力道，没关系。好。再来的话，你要叫马前进，你就是用你的脚跟踢一下它肚子。肚子。对。好，来吧。哎，马来了，马来了，马来了。来马。他跟他来，这部花色也蛮漂亮，对，很漂亮，对啊。哎，有一只小的会跟着，哎，可爱。baby， 你买一送一啊？买一送是他的小孩啊？对啊，对啊。跟价哎，这么亮啊？来，那等下路途中小马都会跟，小马跟着啊。要先上门吗？不用，直接画就好了。这边对吧？我脚好，你脚，我稍等帮你脚好不好？好，两只手扶住我们的马鞍，对，然后右脚快过去，抓那个哎，好，两只注意听哦，好，小心。那我交给你，好，我交给你。会不会觉得我很重啊？不会，我们尽量平衡，但我不要握，我来握我的头，他小心一点。你那边走，等一下，没事，他会把你弄。我腰子这里，右脚这边跨过去做，好，去做，拉出来再把你球。好。对。般女生的个性，哎，这只宝妹还算蛮乖的，哎，她跑起来了，对啊，宝妹也是我们这里的红牌哈，人家个性，她聪明，对，哎，聪明，来拉河水。
队挑战，准备好了吗，志远哥 ？OK， 准备好的话，一喊够就出去喽。好，马上来一首客队挑战，预备备，走！怎么那么娘炮啊？我以为是哇哈飒飒这种感觉。你那个太娘炮了吧啊！你要站去倒嘛？你是要站去倒好手诶？对。哎，所以你是小心小心。他踢啊，真的吗？有踢吗？厉害的。哎，好球啊！这边卡进队了，还真是说短一点。哎，他骑错边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右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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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短一点，拉短一点，拉短一点，跟着拉短一点，走，踢，来，小弟，踢，他都不听话。拉短一点，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OK OK OK， 来，你 go。这边这边，要过来这边，要过来这边，要过来哪里？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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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控制啊！这边，这边，过不难。嗨嗨，前面。是石头嘛？石头泥巴混合。哦。哎，哇塞，这个温妮骑的比兔快。对。哎，你们这样慢悠悠的，你们真的是游客哦。好，闭着我的眼睛哦，再准一点哦，天气还蛮冷的。哎呦，哎呦。哎，满脸都是水了，射准一点！还没有，还没破，还没破！加油，加油，快了，快了！他们一个人就用到五分钟，四个人不是二十分钟。我们宝妹站在这里都站累了。两管的，哇，射不破！对啊，射不破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降算了啦，你们就投降，你们一组完了，录到天黑。哎呦，那边有人呐，我会看你们。鱼，而且定点就要定点，他都多动的，你们谁都会敲了。没啦，没啦，交朋友，我跟你那么好，你要跟他交朋友。克肉质啊，这手要念出来就好，是不是？可以用手机查，对，可以写出来就好了。写出来，然后给秀给我们看，然后我们看哪里对哪里。马尔，等一下，路遥是马日，这个我知道。日久见人心。马尔，等一下，马尔东风。
前面那什么好熟哦，演技出啦哦，脸很丑，看出来。好了，这很丑哦，心猿意马，马耳东风，马首是瞻吗？人有失足，然后这个是一言既出，日久见人心。来，这个错，最后一个是错。好，加油加油。人有失手，对，写上去，写上去，然后手给那个看。人有失手，好，全队完成。有比较快一点。他们现在在笑我们，对不对？其实没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好控制啊。如果控制的话，宪哥 OK， 其他我就不懂。我老婆可能她会自己控制。深山带马去打飞机，对哦，送他，送他，送他，马上接球网 ，OK， 要进三颗哦。原来有风了。哎，有了，嘿，哎，被风吹回来，我。好，现在还是只有一颗。对，这个角度，两球，两球，两球，三分球，三分球。OK 了 ，OK。应该是在16分，哎，17分半。公布时间，17分27秒。客队挑战完成，我们看。挑战时间，57秒，好。陈林想跳吗？还有事情要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八、一、二、八、一、二、八，那我就这样翻过来。你先不相信，因为他是你的时装哥，你可能要去调整一下。组队挑战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预备备 ，Go！ 哎呦，不动哦，不动冥王哦。来 ，Jessica， come on， go！ 哎，我觉得他的这样看就还蛮稳的。这样看就蛮稳的。好，这关酒吧吸管，酒吧吸管，哎，他都没吸上，两个，他吸，他旁边摆到一个，我看你看到屁股了啦，看到内裤了。轻松，轻松，轻松。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
绕出来了。快点，快点啦，嘿，快点啦，嘿啦，青菜啦，嘿。哦，哎哦，对，这囧哦。哎，不要跟我讲到芝麻在尿，不是。好吧，那个真的，我也想帮你啊，可是我们是敌对，那那看到了，那看到了。啊，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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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方向，好，再往前，再踹，再踹，两脚。这关是马的克肉质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等一下，我马手四沾。有吗？是竹啊，没有没有竹啊，人有失足的竹是这样写，对啊。不是这个吗？对，换一个字，手。先上去。好。来，心猿意马，马耳东风，给他们。好。马首是瞻，人有失头，一眼记住日，折练心。过关。谢谢。我这一关会很久。哎，宪哥骑的是母马，他小孩在那边看着你。哦。驾！驾！驾！他要快一点啊！乖宝贝，啊，宝妹快，驾！驾！好，驾！因为我要到顺风逆风的地方。好的，到了哦。拍着来，拍着来。哇，顺风的差很多的感觉。要几颗？顺风的。太快了。宝妹又过了。几分钟？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我也没看时间。现成，现成。他们是17，我猜17分半嘛，结果出来是17分27秒。没错。我们让他们3分钟都还赢。好，不要了，宪哥不要了。啊，真的，不要让他自信一点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1分钟就好了，不要多。不要，不要，宪哥，我们不要，我先看时间再说。我讲出来了，加差一球。好，不要，宪哥不要，我们要一分两分就好了，不要说什么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还是有队员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行的话，你们不要多。同意的请举手。你敢说我一个？不行不行。我们现在对，我们干嘛？这一关击球是注意哦，有惩罚。决定击球，那你没有本钱，那你没有本钱，万一我们输了，你宪哥呢？阿烈，好，我来决定一个。好，我们让你们2分，然后加2球，要不要？不要。这位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17分27秒。啊，你死猪不怕滚水烫嘛？我就猜测大概就是2分10秒，要不要？10秒。OK。OK， 是2分10秒，多两颗。好，来就来。意思是4颗会变6颗的意思。对对，重新厘清一下，因为这边是17分27秒，对对，这边让2分10秒，代表只要组队超过15分17秒，就输掉了。公布组队的闯关成绩是15分21秒。你们事后再处理，我们先领掉。不，哎哎哎，没有，没有，这种可以。不要讲了，来，哎，没那个事。来不要哭，我跟你讲，我听你说，你听我说，他们已经作弊了。对，哎，宪哥现在一定很，因为他是你的时钟，你给他去调整一下。快点，计算失误。可以。
现在所以说那个这么厚呢啦，真的就是事实，没错。你不如果过十五分，那我整个器官都坏掉，那个真的是事实。我们那还是我们其实十六分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、是哦，对啊，是这个原理。你们根本十八十九啊，你那个就十七分半，清清楚。哎、欸，好啦，这样子啊，不要说我们这样子，这观众也会骂嘛。哎呀，不，你那么容易就给人了、喔。我们试出两颗，让我们丢到水里，黄浩平去拿。黄队的，哎，不要，你除了拿出来，还有人用丢，不卖。有一个人，他说，给你个肉吃，来吃吧，你丢地上，然后那个人说，我不吃，不吃接来吃屎，不吃接来吃屎。好啦，嘎三哥啦，贝贝，看你，哎呀。哎、欸，麻烦麻烦，最后看一下，对，我看，我知道，对他作弊，先呛我，先呛我，有干过，因为他表弄在这一面嘛，对，所以他里面这样有没有？然后请问呢，有没有？有这样有啊，里面这样跑了有没有？有，然后看差不多是差不多，哎，又掉一层。我见你一定会喜欢。我们拿三颗出来赌，然后你跟志远哥就是 PK 时间，15秒，看谁比较准。哎呦，输了，来，我们一个表，我们一人各玩一把，对干，哇塞，好吧，输赢就是多一颗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是我们这个六颗变成3-3，然后现在是加码 PK。我跟你讲啊，秒数让你指定，秒数，好，17秒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17秒啊，17秒，好，17秒，先哥，你女儿会模仿那个哎，先哥，你女儿会模仿你拍照哎，陈琳，说话哎，他有事先问，这些陈琳超没有时间观念的。宪哥，来了，这是我的。来吧，哎，你碰他鬼，我牙也爆掉了。所以我们先开客队，好，1、2、3，18秒28，18秒28，那我就这样翻过来。12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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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
两球运过来，十三秒，好，开始自己处理，来，开始了，小猪，十三秒，小猪，哎，温迪，你眼睛还好吗？我也要发专辑了，跟大家给他鼓掌。助演还是助演？助演啊！他也是打，助演打得到的，黄木演的，黄木演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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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木演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哦，一样快点开始哈，揭晓客队，三十八秒整，哦，太久了，十八秒，怎么他们要几秒？对呀，那个很一秒，应该是一秒，我们一定赢啊，好，预备，3:17秒9，杨子，哦，杨麦像赛一样，来，差一点点，好，我们跑大台北大老远到这里超播在这里。来，差两颗，不要，有问过我同意吗？我们就为了中，才办小票费。好了，差。不要，这是换我们，我们不要。两秒，来，现在你们讲啊，两颗嘛，两颗，哎，好了，21秒开始，OK， 开始了啊，自己随时开始都可以，我们就不想闹。
好不好？二十一，两个三十八秒，我一个，好，二十一，客队的分数是揭晓，二十八秒九，九十九啊，那这样子中了吧？还两个呢，揭晓答案，二十八秒，谢谢，两个，谢谢，两个，我们两个 ，OK， 所以我们拿了四颗。好，所以经过加码赛之后呢，我们组队获得四颗，客队获得两颗。这很奇怪啊！刚一开始赢了拿走拿走就好了，中间玩那么多游戏，来，我们讲，还是很多时间呀。对呀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关等于是派掉就对了。哦，我们拿四颗，四颗，他们拿两颗，他还多两颗，我们还有两颗，那还是要拼下一关了。走，好，下一关可以算了。好，往下一站前进。琼马就是这个啊，这个金门也会中这个。琼马啦，会，琼马，以前在早期战争时代的时候，他们做那个反空降，空降部队会下来。不是炸弹啊，金门也中很多这个，对，中很密集。那个伞兵啊，反空降的吗？对，反空降，对对对，哎呀，来行嘞。欢迎来到琼麻工业历史展示区。哎，刚才宪哥有提到了，其实琼麻的确就是这个地方的，有一度是用来反空降，那也有就是有作为渔网啊，还有布的这个原料。对，来到这个琼麻工业历史展示区呢，我们就要进行最后一关。各位想讲一下这个现在的比数，主队是十三颗，客队是十颗，可以说是相当差距。怎么了吗？不干净的东西我不听。大家看到关卡就热起来了，大家一起念，再来。本丁大逃伤，率先歼灭敌队，获得奇遇的娃娃，并夺得自己队旗获胜。好，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大逃杀关卡。拿来五颗，这是贴上去的，印好了，两天前就印好了。五颗星，那前面都白干了。对呀，哎，不会啊，五颗星，它十八比十，或是十三比十五。来啦来啦，好，讲解一下。这个我们强了。对，等一下呢，每一个人会拿到一张扑克牌贴在头上。OK。然后会四散各地，就去追寻对方的队员，比大小来淘汰对方。要大，对方比较小的话就被淘汰掉。看哪一队先率先歼灭敌队的话，那一队就获胜啦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部分还有一个获胜条件，就是要拿到对方的娃娃。如果说呢，你们没有把对方歼灭，但是你找到敌队的替身娃娃，然后呢回到终点一样夺旗的话，也是获胜。敌队的替身娃娃，我们的娃娃就是那个客队是黑色嘛，主队就是黄色，要记得抢对方的娃娃。好，所以呢，两队接下来我们就带开，准备去贴上我们的扑克牌。好吗？我们稍微洗牌。那两队的出牌顺序，会不会洗牌啊？没有，你看起来。哎呦，对啊，你这个需要。哎呦，21点，你先出21点，对不对啊？哇，厉害！小莲花三最小，所以大老二，然后 A 七啊，十三十二，十一十九，八七六五四三，气一下就这样。还有一个变数就是我们路上会有宝箱哦，还可以去找宝箱，宝箱没有不同功能的这个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想脏东西。那宝箱是很公平的，宝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来，那个有没有要护具的？先给护具。对啊，对啊，骗了，太少，知道你还少就可以。综艺玩很大，全体玩家请注意，肯定大逃杀少一之后开始动作。这个牌不
马刺队第一份，第一份是第一份，对。好 ，OK OK。大逃杀！哎、欸，太近了啦！对呀、啊，没有都没地方躲，你看他们。那现在就不是沙场了。哪有帐？每一个都那么大的。我们下面还是有遮蔽物的。下面一条娃娃。妹妹，你这样找，你也在边边看有没有娃娃？你在边边看有没有？你找一下。先找娃娃。非常好，小心小心。哎呦！哎呦！大林，大林，还那么小孩在那里假鬼假怪，行了，我扣你。如果宪哥等来很像，我们应该就挂。我觉得秀姐，大家是要看命运的。我觉得秀婷姐一开始应该就被干掉。为什么？对你们自己的队员太没信心了吧？不知道，秀婷姐感觉就是会站在原地等死的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往下跑吗？要用头脑。因为你往下跑，你就必须还要再跑上上坡跑嘞。哎哎，我是沙哈的，宪哥保护我。你快跑，我自身难。自身难。嘿，怎么会撞了？吓死人了！看一下地理位置，记得在那边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躲在这里，大飞看不到我。可是大飞看得到你，这位先生，你已经帮我们洗澡拜了，拜了。哎 ，Peter 在那里。Peter 在那边，我看到了。你去抓他。没事，我也不能跟你讲。
哎，那边没路了，我们被逼到死角了啦。怕了哦。明天有我在。你赶快，你快跑啊！走啊，哥哥！这个你不是不怕吗？哎，小心被热扎到，很痛。我也被搞得快生病了。说这太难判断了，不行，这两个太危险。听到小心的尖叫声。你在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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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削弱黄队的体力，啊，这就是老经验在玩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牌，他也不知道我的牌。等等那怎么办？指定艺人，那他们牌都好大啊！侯七威，哎，侯七威的那个牌 K， 那如果我去处理侯七威，叫他们算一下，有道理。我请蔡文宝。对决，夫妻相残，夫妻相残，注意，夫妻相残啊！哎呦，被他吃了！哎，摸不到你哦，秀琴姐，他是小的。你把我对决哦，没有死掉才要才。死掉才捏爆，对不对？对，再碰到就要这样。这个很挣扎，这个。啊，放了。自己把它抓下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两排。秀琴姐，十点。给镜头看的。Yes。给镜头看两张牌。恭喜林采妮获胜。Yes。林秀琴淘汰。他每次都第一个死的。开宝箱的时候是不是我一拿宝箱，大家就算他也不能准，也不能找。对。我想把它放这里，我先不开，因为有可能是坏的。我先不开，我决定先不开。完了，第二次一定没有这么幸运。拍供啊，拍供啊。名字。好，现在彩婷换牌。换了。好。换了。换了。哼。很像在战争哎！哎，宝箱，谁要开决定好？你自己决定，三个人自己决定，开的人要用。那你不做？有可能有好有坏哎。对啊，小熊，剪刀石头布。
啊？摩卡变身成为，那可以干嘛？变成魔法。要变身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变成他。哎，加油！这，你就是要全身弄他的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？啊？会有魔法吗？不会啊，就是很重要，就是很重要。你知道抓人就是要比什么气势，赢了就赢了，就是要让他怕。林采缇变成月下老人，是那个邓布利多。宪哥在那边，他先跑了。谁要开决定好？开的要用。你要听我宪哥。我紧张啊。回收资源，回收物板子，什么东西啊？走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分开？要不然你这样被我影响。那我们志远哥也抽到了宝物箱，是回收卡，身上挂满资源回收的一个罐子。可以说他现在行踪非常好掌握，只要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就是志远哥来了。资源回收哦。啊，我也有啊。就是他逼就 OK 了，一逼就抓，我一逼就开始啊。
我输了吗？你输了，你被他抓到了，但是你卡在我这里啊。好啊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开开开。我无敌卡什么时候可以用？去找关主就可以用。哎，宝箱！哎呀，哇！没了，是不是可以骗人的嘞？好，先打开，先打开。无敌卡。给我三十秒无敌状况。宣布，宣布，皮肤赛拿到无敌卡，三十秒无敌卡。真是的，三十秒。我给你三十秒，你不要抓我好不好？十五秒。无敌状态解除，无敌状态解除，死吧小猪！被骗了，小猪淘汰。那我一定要去，现在有信哥跟大神，信哥的牌很大，可是我一定要过去吓他，说我有魔法，他就不敢过来，一定是。你在找我？你在找我？OK， 这个你慢慢逛，我来找一些凶话。好，快点，这个快，太恐怖，危险！最后的牌不交你了，俊哥。等我，他现在要叫，他现在要叫宪哥保护。你来啊，我叫魔法。怎么来这两个假鬼假怪的？魔法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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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怕他不怕我？啊，宝宝，快点！往草往草跑，草草！那必输眼门啊！哎，怎么变实验文？拿下！来了！我一二，我有！回去！宣告林彩缇淘汰！宪哥的，这个白痴。摆这么明显没有神救援，神救援，哎，干什么？我还有这个哦，我一生毫无意哦。我们现在的队友都是啊，因为有点小，因为三个人看到我都想抓我。哇，再拿那个字写字哦。你不用跑了。怎么了？指定你。怎么在骗？走开，走开。没有，你不用跑了，真的。乱入卡。所以在干嘛？暂停，暂停。我要换他头上的牌，好吧？是 K， 太大，重抽牌，重抽牌啊！我这个还可以用吗？来，
啊，我这还可以用吗？你贴这一张嘛，然后台词语不那么大。哎，现在至今还没抓到一个人呢。对，我三个人看到我都想抓我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这一区一定有啊！他们有多少箱？他们差不多宪哥手上抽了满满的宝箱。我一下找起来。大飞看我会跑。我看到宝箱。请小心。躲在这里有没有？他这个傻乎乎的，唰一声从那里过去。我刚让他很多哎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这是要抓我的啊！谢哥。啊。啊。哎。快吗？快吗？神救援！哒啦啦啦！使用宝箱神救援卡救自己。宪哥，你用自己啊？太棒了！宪哥，他没有要叫我，他觉得我们很笨。只想说怎么不救？我想说怎么还没有被叫上去？我们这边还好好待着。我们正在观察，我们正在观察举办仪式，因为我想知道大飞到底手上拿什么东西。哇塞，他宪哥也拿到太多宝物了吧？阿龙美系，上方宝剑呢？哦，我去抓一个，抓谁？大飞就对这个了，就对这个。哎哎，很明显是资源回收的罐子造成了一定的阻碍。抓，抓他的弹弓啊！准备好。抓你的，别先哥，慢排。来，你还有，他抓宝物。两位，把头上的那个牌拿下来，一、二。哎，大你一点点，我的牌气球爆了，爆了，我真的好气。刚才应该要先淘汰，刚才应该要先抓那个宪哥。来吧，第二站。哎，那后面可以去对不对？可以。哎，那我刚刚这里没去过啊。哎，对对，这边没去。我就不管了，我就先抓了，还是要怎么样？因为我现在没有魔牙啊，我自己没有魔牙。我们就是那里有一个，你从前面引诱他，我从后面去截住他，你不要动啊，引诱他就好。
三。哇，原来你不懂规则啊！我这大老二，你这个烂困而已。那我想说，哇，为什么他这么兴奋，然后跑对啊？哇，蛮厉害。OK。问你，所以你是误以为自己的牌比较，就是大二是最小的吗？你以为有看戏吗？哦，有只黑猫在那里看哦。我先去抓它喽，我就走了。下一个，哎，还没开始啊。干嘛？好，抓对决。抓了。暑假赛。对决之前，我先看你怎么样。啊？不抓吗？不抓吗？还有什么？快跑了！大飞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到别人边抽卡，你拿到什么卡？我没有拿到，我没有拿到。不然想说我跟你就没看到你有拿，对，吓死我。然后我是跟迪欧是吧？然后我们就在旁边。跟他说兵不厌诈，只战诈。这个解释前，我先看你出单不认识。没东西。妹妹，你别吓我。来吧。打给镜头看。一、二、三。好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。刚刚在转弯处，你记得吗？我放过你一次，我躲起来，你冲过来，你照理说是已经杀掉了。天天气小。拜拜。大飞淘汰。只剩下一对一的状态是我们的这个 Kid 跟宪哥的一对一。死了。哎，找到几个娃娃？宪哥只有一个娃娃哦，还要三个。秀琴啊，三个两个无放决赛，这还要三个？我一个人，我怎么还要三个？我现在只有跟他对撞，孝心撞地球了。我跟大家评估一下，宪哥是抓不到我的，所以。就是一边防守一边找娃娃就可以把它赢了。哎呦，大游泳嘛，哎，这是一个黑娃娃嘛，对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哎，那里有黑娃娃，对，还有黄娃娃，你两只都拿下来。不要啊，不行，真的啦，就剩下我们两个。对。你那你要从头到尾找娃娃？不是，贤哥，我现在的新策略是这样，我永远跟在你后面，大概五步的距离。要我让你来找娃娃，你找到娃娃，相对我也找到娃娃。好，但是找到娃娃同时，你又不可能跑得比我快回去终点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头上这个比你大，有可能比我大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现在来抓我，你也抓不到我，所以我大概算五倍的距离。这么有把握吗？我现在就是这样。你抓死我！但是我现在又会跑进来跟你一点点，我就是在玩你。你刚刚去找娃娃吧，不要再丢。那很简单，我守住娃娃。OK， 我好，那你靠近一点，五步之内。五步之内。哎，没关系，现在 OK， 人家就是你我两个人。你找到娃娃，相对我也找到娃娃。然后我现在娃娃比他多一只哦。然后我现在坐在这里，然后画面上面写着6年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这里舒服还是你站着舒服？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宪哥 OK 的。我们就跟那个象棋，最后有没有卒在追帅的意思？你舒服躺着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累啊！你
你还想偷跑？我帮你跑，我答应。真的吗？好，你真的在这边，这样就轻松了嘛？你看看他，拿也拿不到。听什么说？为什么拿不到？还有这个爬树，爬树就爬树，怕个屁呀、啊！哦，哎，拿黑的，黄的要多好。拿，现在是不是2-2了？2-2，对不对？厉害，我们也是乡下出来的，我也是东部的。我讲啊，你这个啪啪啪冲过去，踢了一个树，然后抢了篮板，拿走了，然后就漂亮，好吧？但是我这样飞上去的同时，你也从你们从管我掉下来，所以我就往后两步让你有机会。哎，动啊！哎，有我一定要动的啊，所以我就讲出树你比较快啊。对，陈哥，我们现在三只了，认输吧。我们现在两只，我三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好了，我让你去找，你找凑齐了4只，你回来那里，你还能夺旗，那我就说你掉。我现在在正上方，你觉得我会接受这个意见吗？我现在跟着你的感觉，就像我的演艺人生一样，就是扒着你。我也甩不掉。OK 的，还比我抓到没有？机场发完了，放好电池。天哥，不要啊！真的，真的。我有什么要呢？你去啊。为什么要叫宪哥去拿？是因为我需要他来帮我找第四只。第四只。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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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别别错，我就我抓！咔咔咔咔咔咔！兄弟来来来！各位，没看过这么近的大逃杀吧？虽然很近，但是也很刺激哦。要快找娃娃吧，耗子！史上最聪明的大逃杀出现了。你真的很厉害，怎么样？找到第四只娃娃，还夺下棋子，但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黄色的，我们又拿出了娃娃的颜色。你的第四只黑娃娃在我的手上。那个是刚刚在没有倒带，倒带，倒带，倒带。但是。
是，是，他们可以拿自己的娃娃走吗？可以拿自己的娃娃。没有，我是拿黑的。你拿走黑的干嘛？所以我过来帮你，我拿给你。不是你们两个都各拿错。对，那这样就扯平了。谁先来先赢了？谁先来先赢？对不对？因为两队都拿错，好吧？你抢我们的娃娃，而且他们没有到齐人。对，你们没有到齐啊，我们人都到齐啊。是到齐啊，代表 L A 到齐。对对对 ，L A 到齐队，好不好？好，跟两位队长说明一下状况。啊，现在两边大娃娃夺旗，这样都不算，我们就回到对决。比牌，你只要观察你们队友的心情，就知道大小了嘛，对不对？来对决，请比大小，尖叫声。然后他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看他在跑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一定。恭喜组队获得肯定大逃杀胜利，获得五颗星球。五颗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啦，这个差距太多了。已经是 key 的表，比马表了。我们没有。红队拿，红队拿，红队拿。对，红队拿，就是顶多变11，一颗哦。对，好，跟他玩一玩，一颗。马表，马表。最终回的 PK 加马赛，目前两队都拿好马表了，请决定一下心理时钟的秒数要几秒。几秒？我们来，我们来，1秒5。我要。11秒。好，11秒。两颗，好不好？两颗从红队拿啊，红队拿，红队拿。好，赢家可以从红队获得两颗球。现在两方都是0秒的状态。好，请自行开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要去看了一下。那我们就先利用这一招，不是不是，我是公布你的，就很自然动作了，没关系啊，就先公布你的，对啊，不要，这一次重来，你干嘛重来？没有，重来无所谓了，来来来，拿出来来，直接亮啊，一、二、三，1、2、3，1、4、4、3、2，好，对，所以是客队获胜，对，客队获得两颗球，11秒，比数来到18比12，可以可以，18比12 OK 了。12比18嘛，对，12，这样子，差6分。现在要进行命运好好玩之前，先跟各位预告一下，哎，还没放进去，还没放 ，OK。输家惩罚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边这个非常漂亮的大海？没有掉下去啊？没有，掉下去了，那吓人了，很漂亮的大海，海鲜对不对？哦，当然不会只有这么简单，不是只有海的体验而已，海陆空三重享受。好像很可怕。绝对让你想不到海陆空三种体验不断的 mix 在一起，好，出海会飞起来，也会掉到水里面。三种体验不断的 mix 在一起，好，出海会飞起来，也会掉到水里面，然后最后是我们啊，我们18比12，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拖曳伞？对对对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可能都。各位气势要拿出来，这个很爽哎，让我惩罚，拜托，我求你让我惩罚，我好喜欢这个，我想输，我想输，拜托，怎么可以有这个情绪？拜托制作人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确认一下两边的球数。好空虚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对，有可能拖椅子，我觉得你不需要。对啊，因为大飞怕高，大飞跟怕高，会怕高啊。大家都怕高，我怕高又怕弄湿又怕麻烦，然后又怕，我们不怕高又喜欢弄湿，喜欢吃。现在是哪边想要惩罚？感觉想，好想被惩罚。客队很想被惩罚，所以那就开始了。对，你们就被惩罚。来啊来，派女生出来。来好来，你们一个一个眼睛看上面，这里看着未来的天空。哎，有看到了。对，好快，一点都不刺激嘛，1比0，好不好？来来，一下子组队就一颗啦，玩不到。好，来，对的惩罚，看天空，不能惩罚，压着，黑的，啊，你手那么小，这里都能看到黑的了，真的嘞，拿到两颗就赢了，赢的王者，来最后一个王者，黑的。Bye.
赢的玩不到哦，所以叫黄的，很奇怪的气氛嘛。黄的。我们赢了，他们玩对不对？是我们赢啊，那为什么赢？恭喜再次肯定凡尔纳特队获胜！你们不需要去到场吗？你到底？哎，我们胜利，你怎么不高兴？因为我真的不是你，还是黑的。这里面都是黑的吗？哦。规则，你先告诉什么为什么吗？没有那个恐龙让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吗？没有什么让不让你的问题。对了，我们要去拜托，好吧？一个拜托一个，好吧？来，可以。你想玩对不对？偏不让你，你自己来，好吧？我切，输家惩罚时间 go。完蛋了，小心拉高。辣妹怕高，我不行，我怕水，飞上去还被拖到水，我怕水了，可怕哦！想要输又不行输，你很烦，你输也不爽，赢也不爽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的人生很难懂哎。他们红队永远做错，他们就会把奖赏变成惩罚。好了，好。该上去就上去，就最后一飞嘛，啊，一飞冲天，一飞冲天，对。我在感冒，刚刚刺激上次玩嘛，感冒了啊，还有这个专门在治疗感冒的。我想说，当做就是一辈子嘛，就是我自己不会去玩，然后当做给自己一个挑战。Thank you.
趟那个垦丁之行啊，让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敌人，对不对？俗语说的哈，登高必自卑，心远必自上穷必落下，就是我们这一整年的一个表现。但是很辛苦，我们还是都上，所以人之六上，凡走过必留下。你们努力，观众看得到。新的一年期待可以跟大家距离拉近。不要那么累的意思。不要那么累了，我们往下走。那尽量以谈话性的姿态。失败啊，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猴年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猴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Ha ha ha!